时看过的一直播，我是张喜喜。哎呀，好吵啊！好，不吵了，重新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看过的一直播，我是张喜喜，我到杭州了。之前不是让你们给我推荐杭州的美食吗？然后被顶到第一个的就是垃圾街，然后我现在是骑着这个小黄车在找垃圾街，真的很像一个垃圾街。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入口，看是不是很垃圾街的样子。我们骑着这个车都骑过了，单手骑车，我别撞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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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我不敢。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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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啊，这还不是最终目的地 ，Let's go！ 我骑自行车的样子飒不飒？是不是很飒？哎呦呦呦呦！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团魂的名字啊？我们是铁四角。啊，到了到了到了！但是怎么是垃圾街啊？垃圾街呢？我没走错吧？我们直接点热销榜好了，排名第一的是小酥肉冒脑花，冒脑花是烤的还是煮的？都是我爱的。50元套餐100元串串套餐，那我们点个50元的。哦，他们店我一进来看到有几个桶，听说是自己酿的酒，馋嘴鲜椒蛙，来一个，来个冰粉吧，冰粉是一定要点的。它有两个锅底，一个是杭州辣，一个是四川辣，你们觉得哪个辣？点个四川辣吧。那边一个四川泡菜，而且放了一个小辣椒在上面。我点了50元的串串套餐，然后锅底是那个四川辣，一个小酥肉，一个冒脑花，一个冰粉，一个玉米串，一个鲜椒蛙，一个那个酒。哇，这个泡菜很正宗。哇，这是50元那个套餐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鱼很香哎，烧烤人点少了。这是冒脑花，尝一尝。哦，真的好吃吗？好吃，这是我吃到过的脑花里面猪脑味没那么重的，对不对？算是没那么重的。不行不行不喜欢，有点咸似的。我超爱吃掌中宝的。嗯，这个太香了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好脆，有点像吃肥肉但是又不腻的感觉。然后油脂哦，真的是，反正吃这几个不腻，好香。它主要是烤的好香啊。嗯，你们听到声音没有？一个掌中宝，这么夸张吗？一个掌中宝4块，冰粉搞出来，哎，就是一粒一块，嗯，一粒一块，一串只有4个，嗯，啊，一粒一块一块，还点吗？点4个，哦，46，点2个5个。嗯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，这有一个名媛群，邀请大家进。嗯，好吃也是脆了，真的挺还原的，我觉得。哎，这是啥？哇，这个好辣！哦，这个好辣。四川辣，等等的。你吃这个没有？你会哭的。爽不爽？这个肚上面的每一个气口都吸满了汤汁。这个辣吧真的上头，是熏人，是熏人呛人。哎，我来杭州第一感觉就是，为什么杭州街上都没有人啊？你们都躲哪去了？真的街上没有人，而且好安静啊。
小黄鱼其实都挺嫩的。不过川渝菜最大特色就是咸辣，咸辣，但是好吃，贼入味儿。两个整吃是。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掌中宝，超级明显的香味儿，真是香无比。虽然没有那么辣，比较好吃，特别鲜。然后我们准备去找一下杭帮菜，听说有家杭帮菜那个大肠哦，很脆，很好吃，先卤后炸。那楼外楼跟明德，你们更推荐我们去哪一个？是不是明德？德明还是明德？我又说错了，德明，我说的是明德。这个串串太辣了，德明是小。我们点的是四川辣。它这个有点太辣了。哦，我把它忘了，我都没有看到它。不是不是，真的没有看到它，绝了！有点像泡椒鸡杂那个浅江鸡杂的那种烤法。试一下这个牛蛙。这个跟其他菜比，就明显味道很一般呀、啊。也不能说不香嘛，这就是浅江鸡杂的味道呀。不能吃辣的，可以点一下这个。能吃辣的不要点这个。这个不辣，而且是一股泡椒味儿，有味道。你们喝过这个吗？我觉得好难喝啊，喝不来。但是他说好好喝。林德曼好喝。林德曼是什么？好喝吗？每次吃沙的时候要剥这个皮，我就瞬间对他不感兴趣了。这个是麻，还不是辣。这两个蛋我也挺。我们俩一人一个。哎，这个蛋好吃。哦，哦，进我是条汉子。我是汉子。我跟你尝试半天这个酸萝卜，你一口没吃啊？嗯，是是是，好吃呢，我吃过了。对，啊，比很多。还好。如果我想逛街的话，我要去杭州的哪个地方？江浙沪不是？对，我终于感受到了江浙沪包邮区。
哎呦，太幸福了，东西到得快。重点是什么？他发货，发货，你知道在新疆他不包邮就算了，新疆不发货哦，新疆不包邮哦，亲，你可以申请退款哦。牛油直接吃到我的嗯，要不给我倒点。你这个思路是一个泡菜，泡菜吃泡菜。对啊，我拿冰粉晚上都真的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配什么都好吃。哎，这种萝卜什么都好吃。哎，这个萝卜吃更好吃，真的。哎，对，这是黄吧？是黄萝卜。黄萝卜，你尝尝啊，哪有这样香啊？四川这样的黄萝卜可多了。做个人吧，真的。他在我心中老实的形象彻底没了。他哪里老实啊？哎，不老实。他就是长得憨，你不觉得我才是那个老师的吗？对不对？真的，咱们这一圈里面你老实，你咱不老实吗？你老不老实？那这个是蘸一个，这个是不是也好吃？我觉得他那菜味可以啊，升华了。我就是他们家整体菜味可以啊，菜也可以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他们家烧烤好吃，是吧？烤玉米也好吃。不，那个、价位能便宜点就好。不，这个串串也很好吃，然后这个鱼我觉得一般，但是如果没有吃这些，我觉得它可能也还可以。但吃这个就觉得啊，这个蛙，那吃这些就是这个就觉得还好，很一般。哎，对了，杭州这边普遍工资是要高一点吗？我们去那个垃圾街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招聘广告上面。炸豆腐一个月6000以上，8000，8000是基础吗？6000-8000啊，6000-8000，还我可以。你爸明天过来？好了，吃饱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不要忘记给张琪琪，留个币啊，点个赞呢，加个弹幕啊，拜拜。